我从2013年就已经成为你的歌迷，然后我想说，你做的音乐一直在治疗我的心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当我伸出手想给自己超越，忽然之间才发现我跟大家讲个小插曲，伊森这次来，我们整个团队导演上上下下保密程度到达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连导演一开始问我说：“嘉宾谁啊？”我说：“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”然后所有人练习的时候也戴着耳机练，不准把音箱放出来，因为怕被大家知道，因为想在这个今天这个今年户外最后一场，想给大家制造这样一个惊喜，就不能提他的名字，就提成色变，就只能说啊那个人啊那个人要来了，就因为怕讲漏了。继续做你自己喜欢的，就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，是是是是送给我们的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我代表谢谢我代表所有歌迷，谢谢你做那么棒的音乐，真的我不是客气，谢谢。